不是回教国家可以吃猪肉吗？其实文莱是可以吃猪肉的，还有特别的餐厅可以卖猪肉，然后你在超市 supermarket 也是可以买得到猪肉，就是现在就是他们有一个地方特别棒，不是清真的食物，对。所以现在我要去的那一间店是可以吃猪肉的。